我们每次出门孩子其实都很开心，今天听到游泳每个孩子都很积极，都很高兴的去准备泳衣啊，然后挑泳帽啊，然后一起到游泳馆。晨晨是他说他会游泳，他也穿了救生衣，但是他还是很怕，一直在拉扯我的裤子。到后来那个哈林就特别好玩，后来我就有点累，我很困，今天我一直趴在那个泡沫垫上休息，他就一直挂在我的脚上，就像一个小尾巴一样。我当时感觉其实有点温暖的感觉。我觉得一开始也在观察，比如说其他的哥哥们跟小朋友相处，然后刚好遇到 Jackson 是比较怕水，所以他特别需要你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哥哥，然后你就是会想要用尽全力保护。